毋知影孙建廷敢有甲小婷讲出真相？希望伊莫阁继续欺骗小婷。假使伊还是决定要暗藏事实，那安尼为着小婷，我就一定要采取行动。阿生啊，今日看见结束哦，我实在太佩服我家己啊！我抓你下班的时间抓到你准准准的，就参像我当当年啊，在计算迄建筑结构，同款精准。邱伟哲，你这么注意我的时间要创啥？莫遐紧张啦，我知影今日你又是深夜才下班的，啊，不过伊拄仔敲电话讲哦，伊今日伫海顿集团无闲，无才调赶过来。所以哦，就拜托我来接你下班。原来是安尼啊，多谢你啦。我刘啊。哦。对啊，方姐啊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哦。我拜托一个美国的朋友哦，来斗三工，伊替你找到一个美国眼科的权威，而且最近回来台湾的。你看这阵仔，你当时有时间啊，我带你来回看一下。看卖你的目睭哦，是不是有其他治疗的方式，让你赶紧看得到？我家己的医生朋友遐尔啊多，搁再讲啦 ，Dr. Jones 嘛替我伫个国外咧走动，所以无需要你替我费心啦。要唔过，也是真多谢你为我所做一切。方思瑶，你的态度就是这么消极，我才想要跟你斗三工呢。你应该态度那个积极，去找出治疗的方式啊。我自头到尾拢相信你目睭总有一天看会到，你是唔通甲我讲你即摆已经放弃希望了？你的目睭哦，一定爱重见光明，你才会当欣赏到明年春天盛开的萨库拉。我家己的状况，我真了解。我的目睭唔是玩眼角膜这么简单就好啊，我是上着视神经，还佮视网膜，唔再失明。所以我的状况才复杂。对姐你讲，我的态度真消极，你唔对啊。其实我比任何人更加希望我的目睭会当赶紧好起来。强哥，我只要家来当等待，等待天公伯啊，可怜我，同情我，等待天公伯啊。好我一个奇迹，好方师啊，失礼啦，是我讲唔对话，让我哭啦。早若知我讲这哦，会害你哭，我就应该什么拢卖讲，直接带你去看诊就好啊。哦对了，我一个学生哦，最近回来台湾，伊就我明仔载哦去参加一个大学同学会，就第二较早我的学校的教堂啊，我有记得你跟我讲过啊，你特别介意教堂的感觉，有影无？明仔载陪我做伙来。无会啦，迄是你甲恁学生的聚会，我去遐要创啥？你哪安尼讲啦？不管怎，恁拢算讲是师母呢。咱两个人早就离婚啦，那真正要算起来，我是前师母，好无？哦，不管前师母还是后师母，反正我就是希望你陪我做伙去啊。钟伟哲，你好啊，卖过去啦，我带你来自装，行。钟伟哲，行，卖啦，我去啊就奇怪啦。方医生，这是我的药啊，多谢。孙总，你是感冒药？啊，我来在补充这高单位的维他命 C。我家破病的代志，差一点就别扛了。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细腻才行。
正平，你先想啥？那安尼细心细心，我回来你又唔知。无啦，无代志啦。我到杜家食药的时阵，永远想着郭家家，唔知伊即卖人秘伫倒。伊就参像一个无定时的炸弹，唔知啥时阵，佫会出恶毒的教授来害人。你哦，啊是卖因为家家去影响着你正常的生活啦。只要咱做人清清白白，咱光明正大，但免惊啊。顶多是家家啦，因为做上侪歹代志，还佫唔对的代志，起码唔只需要那唔要也袂惊的人。郭家家这个人哦，已经完全失去良心，失去理智。咱伫个面，伊伫个暗，为着要报复，一定想尽办法来攻击咱所有的人。小婷，你千万要注意家己的安全，知影？我知影，我嘛会。也毋过讲实在啦，佳佳哦，伊较早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嘛真单纯。伊即摆会变到安尼，我嘛实在是想袂到。所以我特别若看伊安尼哦，我又搁生气，又搁唔甘伊啊。嗯，啊，这批是……我嘛唔知啥个。一起走过那些年的朋友们，我回来了。老同学、老朋友们，好久不见，一起聚一聚吧。曾正元，原来是伊呀！我好久无看到伊啊呢。阿姨邀请我哦，明仔载参加同学会，而且地点阁安排伫学校的教堂，实在是做有心的。你讲这伊啊是恁同学哦？嗯，伊是阮大学时期的同学啦。啊，阮毕业了，我敢若知影，伊是对厝内底人出国去发展做生意。啊，遐尼侪年了啊，无伊的消息啦。即边伊回来哦，实在是真好。较早阮大学的时阵，规大阵的，啊，大家感情拢真好哦。想想的哦，我那真久，我坐落来好好开讲，到恁佚佗吧。小婷，你讲这伊啊，已经遮尼久无甲你联络，啊，毋过即马煞知影咱住伫个遮，可见伊确实有透过关系来探听你的消息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你敢要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啊？建廷，你想伤济啊啦，唔免烦恼。啊，这伊个个性哦，本来就一直足趣味的啊，爱假鬼假怪，爱假神秘。就算讲伊知我即马住伫倒位，我一点嘛无感觉意外。是讲伊安尼这么神秘，等到我做其他明仔载同学会。袂用的啦，我是袂放心的。我看安尼啦。明仔哦，我陪你做位，好不？嗯，明仔大家应该拢会四班参加啦，无好啊！我带你来，先算你会当熟悉一挂我的大学同学。